今夜我们分手吧。 乌龟是他送我的，他说乌龟代表地久天长，不会改变。我当时还笑他秃。这种话你也信？乌龟是可以活万年，但他又没办法活万年，所以摆明了是谎话。脱掉了伪装。 爱上别人了，你挺好的，但是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更喜欢那种修着修着水管会溅自己一身水，逛街买东西总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女生。 给了我一大反派的角色颜，今天是个别人想的东西。哎，我要开车了，到达梁浩。表姐，女人呢，就是爱自己。首先呢，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其次再去一些漂漂亮亮的场合，这样才会有个好的开始嘛。你现在赶快去shopping。 让做 SPA， 焕然一新，换个style喽。对啊，这一点我跟 Coco 的意见是一致的，因为 shopping 是真的可以让人心情变好。我就天天畅游的团购的海洋里，我好自由哦。Oh my god， 你居然又团购，你就差团购男朋友了。还有啊，你要记住，我叫 Coco X，Coco 是名牌 ，X 代表神秘。 女人不但要自爱自己的外表，更要爱自己的内心。你不是一直在用博客写小说吗？所以记下来这些痛苦的记忆也挺好的。 对呀，哎，我们的理论对你来说可能是有点深，哎，我们可以简单一点，啊。For example， 你看，人生就像是一场戏，你就是其中的一个角色，你的一举手、一投足，都可以改变故事的 ending。 嗨，幸会。I'm Jeff。
我叫杰夫，不要客气，欢迎光临。自我提高是永无止境的。我是来学如何打扮自己的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我们要走了，谢谢。哎，我们当然是教你们如何打扮自己了。女人，你要先学会打扮自己的内心，内心有了，外在自然就有了。女人，她住在一个柔软的躯壳里，可是她有着一颗强大的内心。男人的懦弱在她的面前无处躲闪，所以在分手的时候，男人不是更强，也许是更弱。那为什么男人总是不肯承认自己懦弱？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得从男人的构造开始讲起。这个男人吧，和女人之间的爱情呢，必须平衡，不能有一个太弱，一个依附于他。为什么男人总是不肯承认自己懦弱？受伤的都是女人，因为你们一直在扮演弱者。OK， 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里。如果我讲太多，你们也吸收不了。你们先回去消化消化。Wait！ 这课也听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样啊，大哥 ？Well, look， 你教的是 one person， but now，你们有两个学员。不用找。OK, thank you. Thank you. 像咱们俩一介诗人，也会为这五斗米折腰啊。因为你们一直在扮演弱者。我可能还是更喜欢那种，就是对我太好，修着修着水管，会溅自己一身水。还总能买到便宜，凤姐买东西总是容易上当受骗的女生，我可能还挺好的那种，就是对我太好了，太能干了。心月，我们分手吧。龟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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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幸好我有他家的钥匙。表姐，这是怎么了？表姐，这家怎么跟被打劫过一样啊？表姐，表姐，表姐，表姐。哎呀，七夕你又去打针了？这么早？弄得自己跟僵尸一样。还在难过吗？表姐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。没事了，也没那么事。昨天晚上停电了。你看我，谁都不爱，只爱妈呢。女人只有把自己当女神了，别人才会仰望你。哎，女神，把你的手放进去。永远无神，一气遮脸，毫无生气。凶手跟踪，这叫有个牙齿咬过的。秦月，谁见过几个人渣？最重要的是体力，找个更好的，为自己好一点。我也希望我的脑袋里头有个体力键。My dream 不是爱情，是将来，是无数张的白金卡、钻石卡、信用卡、储蓄卡，这个。就是他们仰望女神的代价，高级媒体会所的 demo 卡一张。哎，爱情为金钱支撑，我就是要当女一号。只有爱情才能称之为梦想。反正爱情是最贵的奢侈品，我消费不起。你们不明白的。什么明不明白啊？哎，月，你有收到我给你订的有机柚子叶脸色重生疗程卡了吗？那个不仅对你皮肤好，还能去你脸上的黑气。什么东西啊？啊，你没收到啊？不可能吧，明明写的你家地址啊。我问问。团购这种事情是不能相信的。公司已经到了，别再打这个电话了。倒闭了，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？从湿疹到柚子叶，我不就是想变漂亮吗？但是我不想花太多钱。美丽，你不如让所有人为之疯狂一次。啊，乖乖，咦，你在这里啊？算了算了，你们夏季的美容卡我包了。哇，那又有多少男人会拜倒在你的裙下？活着就应该美丽 ，Beauty is money。金钱是买不到美丽的。那什么是美丽啊？美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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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丽。美丽。天将晓，几多愁绪。你可能是伊卡罗斯的羽翼。你读哪个大学？你是哪个大学？小姐，小姐，您是哪所大学？哪所大学毕业？小姐，您又是毕业于哪所大学？哼，我是成王急政三年，有迷离之国来朝。秦月自发七国，常从云里而行，雷霆之声在下，不如前穴，又如。I studied in the University of America. Oh my God. 情死断肠处，便是我们相爱的证据。是月方知齐国所向，中国一地卷二里好榜样。What？ 怎么全都是一群书呆子呀？来自我大学。其实最早关于 UFO 的报道啊，是从科学家、IT 界的精英，要为未来而战。夸呀，看整个就是夸吃。你？哎，你知道咱们这个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吗？多位人类学家联合研究发现，这个人类的进化过程可能要面临一次。戏剧性的冲突，有一根弦被称作宇宙弦，但是有一股不知道什么力量，根据这个
对西伯利亚出土的直骨化石 DNA 的提取分析，它属于一个神秘的原始人类，就得牵动着这根弦。咱们这个世界呀，就是一首美妙的音乐。有可能是一个新种吧，它生活在至今3万至5万年之前，我们暂时给它命名叫做 X。你读哪所大学？是哪个大学？毕业于哪所大学？ MIT 麻省理工。你是太平洋的警察吗？管那么多。现实只不过是一个持久的错觉。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，不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却不知道我爱你。跟我让一让，而是我在你面前，你在孤独吗？你在上微博，等着我信号。你读哪所大学？我是辅仁大学的。你读哪所大学？复旦大学。哪个大学？YU。 小姐，你读什么大学？美丽大学。